一下我的车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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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就这样就这样。来来来，我介绍一下今天的，我今天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代班小天使呢，彩洁。Hello。然后我们的神秘嘉宾水母，水母来报一下你的那个直播间号码，大声4931249，4931249，对不对？听到吗，大家？4931249，没错没错。来看一下，来我的台一下。哎，为什么你的灯光这么好看？你是十三吗？我是11，我也是11。为什么你那么好看？会不会是滤镜？我没有滤镜啊。哦，你说我也觉得我的相机照起来特别好看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不是不是不是这个。啊，可是我没怎么调，这个是白。哇哦，我没有怎么调啊。你的这个内镜怎么那么好看？还是是因为空间的没有滤镜？好，我在这里看看。我觉得应该是你那个哎。大家，我要去，我要重开喽！大家，请大
这次光下来看起来太美了吧，天啊！什么什么？他自己受不了。这次光下来美到受不了，好美哦！我的光超黄的，我的镜头。等一下，你的镜头现在对着我的超粗大腿。你的光有点好美，好，偏左右。我的手机也可以进去看的那个啊，我的手机也可以进去看，需要一点光。你的手机也可以进去看，可以。不需要光吗？真的吗？那我先换一下，感觉今天会很混乱。先去换一站式的盛典红茶。天哪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等一下量体重，我超害怕的。因为听说柏林体脂很高，但我印象中柏林是蛮瘦的。看我表演，我跟他们说我超久没有穿这种紧身裤，我很紧张。谢谢林果的啾啾你哦。他跟这个健身房的 Mark 合照，只去一次也要两对，不逃不过的，逃不过。两个破30组的。我觉得我可能会破到30，因为我最近我很久没有运动了。我已经，也不是说很久没有运动，练舞以外的话，就是平常没事我就躺在家这样。谢谢，嘿，这个抓可能就是你哦。要是按生日之后，他就会开始。没有，不会。那我要先转掉我。先确认。嗨，大家。然后接下来跳过金属。他就要量体重。这个麦是有一点乱跑。23吗？预估226。对，你们等一下要猜，你们等一下可以猜我的衣着。
有猜哦。哎、欸，可能，不可能，可能吧，可能吧，可能吧。好，这个拿下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讲说用。
第二周是心肺，就是有氧，第三周回到记忆，第四周又是有氧，那四周的强度可以继续练习，所以今天照理来说就是会简单。好，没有，就是双脚踩稳。
两个哑铃三公斤。好，手中夹紧，夹紧，好，把你的甩好，吸口气，右手往上推，加油。我觉得我先看了，我可能需要。有眼睛往地板看就好。上班就拉。还有十秒。
水母 GG 哦，水母，我很 OK， 很 OK， 很 OK， 很 OK 啊，对啊，讲话都喘了，还 nothing 了，对啊，OK 的 OK 的，不用解释 ，OK 了，大家我们等下丢偶像海报可以抽我们三个人的合照哦，对，然后呢榜一榜二的话呢可以获得我们指定的单独的个人照哦。他说的好长，
一推推，在一大垫两侧，好，膝盖弯曲，好，一样的挺胸背打直，好，可以，好，三二一，吸口气，手弯曲，胸口找地板，好，推起来。如果你觉得太难的话，你也可以整个身体先贴到地板，再一次用力推起来。好，确定你妈票开始了吗？还没。好来，你再做第一下，我就开始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好，开始一。呀，停在这儿上推，很好，用深呼吸哦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眼睛往地板看就好。来，推起来。对。哎，好厉害。还要推起来啊！哎，不能整个黏着哦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推，用力手伸直，手伸直，对，好，好，加油，经过二十秒，还有十五秒。来，吸饱气，三、二、一，用力推地板。很好，很好。来，我们再两下就好，再两下，再两下就刚好，五秒，最后一下，三、二、一，推起来 ，OK， 好，好，一样休息二十五秒。会觉得有点累，太累。对，这个都是假象，我们还有六个动作。太累了。好，保持鼻子吸气，嘴巴吐气。OK， 好，然后我们要慢慢站起来，然后第三个动作还记得吗？第三个动作我也记得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这样。好，我们出发。我那个钟真的哎。欸
丢给我。这样子，这个很重。好，手握紧，好，手握紧，好，一样。这个真的很重。屁股先往后退，好，背打直，来，背打直。这样子吗？对，好，来，对，好，来，膝盖弯曲多一点。这样。哎，对，这样。好，来，下半身不动，三二一，我们胸口拉。好。有拉起加背，好，来，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对。好，屁股再压下去一点点。对，胸口。上来的时候吐气，下去气，好，来下来慢一点哦，下来慢一点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看起来是全身都很酸，有感觉吗？有感觉吗？有。上来什么？什么十公斤哎？对，没感觉对不对？有。可能加重量了。被打直，十五个，还有十秒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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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眼睛往下看就好。还一直笑，还一直笑，是很轻松哦。好，来最后一下，三。二一 ，OK， 好，放在地板上，非常好。哇，天哪！你们给我拿看，哎，你是真的拿下来了。那个五公斤跟十公斤啊，最大火。快点拿，快点拿！哎，我发现了。难道没有电？啊，拿了一百分，我拿到中水了。拿最棒，把它通通拉走，抢下红包。不要再拉包了，我们要多一点。那我们现在讲，我们现在讲刷十个偶像海报。
电了，我充一下哈。应该不是我。好。好，我们下一个吧，我们刚刚充电掉了。好，来下一个，一样，我们躺下，啊，这个三角形。Yeah.
来最早出的目标。他说的，他说的。啊？为什么？提议的一定要。对，提议的要。哎，我是为跟大家争剪刀，剪刀石头布，布。哎、八的搭配一种，八乘二二十四。八乘二等于十六。打他！
秒我来数，对，我数十秒。马来西亚的，请相信教练。好来哦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零 ，OK。那所以我们要不要做五秒？五秒吗？我怎么觉得五秒跟十秒五秒会比十秒？等一下，这边有人说韩寒加五分钟，什么意思？你们自己撑开五分钟，谁撑得了啊？我真的要把这个哑铃丢过去了。五秒要加一个人在上面。然后你说报仇，他在报仇。哦，放一个重点在。所以我比我们两个人都还要轻。对啊，我觉得。好，来，没关系，免掉。杠片代替你。哇塞！好，来，手中的样子，然后记得保持你肚子用力哦，然后屁股站直。好，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 ，hold 住，一。可以了，好像还好。好。前辈，所以我要好好的尊敬前辈啊，我要帮助前辈。
拉伸你的背肌哦，感觉你可以有拉伸。好，最后一个来，上脚伸直，右脚往前踩一步，左脚一步，右一步，左一步，脚持续伸直。上来之后呢，脚踩着你的双手，对，好，再一次拉伸你的整个后侧，从你的背到你的鼻，好，再五秒，吸气，吐气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OK。同学下课了。主教，没有任何的重量。主教，那我们请下一位。
最后你是会消耗体力嘛，可以养一整天。所以如果长期没有运动，或者老年人没有运动的话，他更应该要从重量训练开始，去建立他的肌肉。那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像刚刚啊，就是大家都可以在镜头前面的，在镜头前面的，我想知道说，如果他们在家里没有这些器材，那我们要怎么样让他们运动？你可以选择用矿泉水，矿泉水，像刚刚那个加油的动作，你可以选一般的，150或200。听到了，家里也是可以做的哦，对，用水。下来，你们小林跟周浩，男孩的，现在外面下大雨。
还不关掉，我们来拍合照。那我们的麦克风要拿你哦。脱衣服吧，欸，那我要卸榜吗？那我稍微卸一下前三名好了，谢谢你们，等一下哦，稍微卸一下，谢谢 Dragon 的 Long Life 应援团，谢谢。那我要来念榜哦，我稍微念个前三名，谢谢西西的香槟 Level 5，谢谢。我要来念榜了吗？谢谢幻影战士的甜蜜爱心，谢谢。我来念榜了，我念榜了吗？念榜喽，来念榜喽。今天的第三名是抓坑，谢谢抓坑，谢谢。第二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，谢谢。第一名是幻影战士，谢谢幻影战士，谢谢。好的，那我们明天见，我们明天直播。我先去拍照了，你们可以看我拍照。本身很黑，所以没有我的，就像我的手机一买来就，是
是我从以前拍摄会这样，我从以前直播他们就说院子为什么脸红红，但是现在要证实哦，你看我在彩杰的直播间里面是没有很红，所以是我的手机的问题。教练，嗨，帅教练，帅教练，教练很帅，辛苦了，教练很帅，所以下礼拜要 double， 今天辛苦了，可以，我 double， 你 double， 下周学员 double， 没有教练 double。预定下周再来的事项了，没有。教练，我那个好好说，你们现在已经比较胖。教练，手机都待在高级的房间，因为手机高级。看看有啊，有晚餐。笑死！有，祖祖手机坏掉了。辛苦了。不行，我手机没有坏掉。大家辛苦了，对，谢谢大家。辛苦了。帅哥的教练拍一个大合照。好啊。教练，你要分享一下你的 IG 吗？好。好，你的账号。我的是 STEDE， 然后两个底线，1110。1110。Steve， 我刚刚讲底线1110。对，没错。然后也可以再去量一次体脂肝成果吗？今天这样子会量吗？就是这样子，马上量就有。好像会不准，所以会不准，就是吃完东西跟运动完量都会不准。没有，他们说要看看成果。下礼拜啊，所以我才说下礼拜是不是应该让韩寒来代班。上一年减肥法有用，没有你们不知道。是不是韩寒下礼拜要来代班？没有，我已经很瘦了。是不是？我已经蛮瘦的吧？蛮瘦的吧？教练只是下礼拜可以两倍吗？没有，他现在在忙，我没有让你。回去不会量。我回去不会量啊。加倍。我加的不准。有啊，水分减少就会降低了嘛。Hello， 小蓝，教练祖祖看起来天气不准，还怎么会20？真的是够了。不行，放射标准是写，真的有在做。对啊，你看，哎，我觉得呵呵，你要不要干脆就是来私讯看我们教练的力量训练？你去教练 IG 讲，不要啊。教练是天蝎座吗？教练你是天蝎座吗？对，天蝎座。怎么那么会猜？好亮哦。天蝎座，天蝎座，聪明。天蝎，对，那我们的水母是狮子座，对。哦，还有我要分享我们的 IG。好。对，在 F45。F45。F45，然后底线。F45。有，我刚刚有分享。然后 training。training。底线大安。大安。D A A N。好，大安。如果找不到的话，可以去他们 IG 或者是浪漫的 IG 找。就可以找。教练平常是在大安教室吗？对，比较常在大安。好，所以大家可以去大安教室。为了他们会到内湖。哇。好，那我们要先去大合照。对，我们先去大合照。先放。我们来看我们大合照。对，来看我们大合照。他就一直看我们合照。我今天不管超爱他的东西。对。来，教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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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教
都高估了。你要洗头啊？我没有洗头，你不要飞。可以啊，可以在这边煮。我一开始预测十九。今天主持很好哎、欸，如果小心不要插嘴会更好一点。好了，对不起。小心不要插嘴是什么？因为我会不小心会插嘴，就是那个人。插嘴，我以为是插嘴。因为时间我们要控制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是不小心讲太多的时候，我就要说那个，就是你知道吗？今天代班没有送教练课，今天代班没有送教练课哦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有吗？看镜头，没有。Hello， 明丽。对，因为就是稍微，请大家见谅一下，因为今天就是要稍微控制一下时间，就会不小心插一下嘴这样。没错。还是韩寒就下礼拜特别来宾。有吗？他的面包。我刚刚念了。刚念吗？前三名。变身这是什么 ？Jeff Dragon。下周的加韩进来。Rider 是什么？猫一下墙壁。没关系，痘痘好大哥。你看我这两个痘痘。你不要跟大家分享你的痘痘。栗子的糖糖思琪。有人跟我说提醒你回家要洗澡。回家也可以不洗澡洗头吧？还是洗澡？洗澡。你不洗澡好吗？好闹哦。你来了好。我坏啦，我是昨天没洗头，所以回家好好休息。那我今天头超塌。还好啦，看不太出来。一个礼拜增不了肌啊，再多来几个礼拜。会啦，我会多来几个礼拜。谢谢西西的红包。回家好好拉筋热敷。谢谢大家的红玫瑰，今天有被安慰到。都要吧，洗澡洗头。对啊，要对。塔巴塔。今天会洗头。下周二要上塔巴塔，你们已经感觉还好了。下周二真假的？不是、哦，不是我们。对。吓到我，我想说下周。对。所以你们感觉已经不错。哎、欸，不行，而且你知道他们好像不知道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三有那个泰拳。目前收到一个包。超酷的。但我跟你讲，我们的也很厉害，我们的是无限加重。你们的你们是无限加重，加油。多加一位卢卡。无限加重。谢谢不当不当兔的爱丽会员票，我就要买栗子冰茶。现在这个时间已经没有栗子冰茶了，虽然我也想喝。不行啦，运动完多久可以喝啊？一个小时吧。是吗？教练？教练有人说他等一下要去喝水摇椅。运动完多久？下礼拜见，这样子。他说要去喝手摇椅，大家快。没有下礼拜。阿董都回来了，有没有？薪水啊，水啊，是我的来。再从16公斤开始，可以。头发结块了吗？没有，头发有喷发胶。我怕我运动，我头发就塌掉。不是因为没有洗头，没有，我刚才有喷发胶啦。啊，我有看到他喷发胶吧？没有，你没有看到我喷发胶。那是我在喷发胶。下礼拜再来。猪猪，我跟你说，这一年不会收到我的红包了，啊，好难过。没事吧？下礼拜是验。是燕天啦，下礼拜是卢卡吗？对，下礼拜是卢卡，应该是吧。下礼拜就已经，如果他没事，我就去。下礼拜我看你等等就去喝奶茶了吧？不会吧，我等下应该会回去吃炒蛋。体脂最低，我是要运动的全部人体脂最低的人。对，耶、yeah. 欸！我每天洗头，真假的？对啊。没有，我觉得很不舒服。你不觉得洗完头、洗完澡，然后这样躺在床上很舒服，就是有点融在床上的感觉？我是想要建议你尝试看看。没有，因为我是那种很容易掉头发，所以如果每天洗头，我觉得每一天掉头发，我觉得没有头发。我也很容易掉头发，所以我都两天洗。就是他跟我分享生发洗发精。哦，对啊，你用那个、啊，你用那个、啊。陈家他们有卖，你知道吗？是陈家卖的、啊，陈家有卖，我们都大家都在买陈家的。真的假的？我上次有问陈呢、欸。真的吗？那你有买吗？我那时候买好像是没有，陈没有跟我讲，他没有告诉我，他可能还没有。我家从最高级的。My if I 这个借口。Join your 陈 ，What？ Hello， Nice to meet you。那是什么、啊？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我 English 很 bad。我的 English 很 bad。Stream 参就是跟我一起直播吗？不知道。四五天没洗头。我会，我有时候会。Sorry。太舒服。English。可以剪跟发发一样短。不要。不会舍弃长发。对。来自你的心。Where are you from? From your heart. Your heart.练鲁马比较累，还是这个绝对是鲁马。对，真的，那个还有心肺啊。对啊，我其实觉得我真的体力很好，真的、哦，好像也是好事。但跳鲁马的时候还是很累，真的。然后我都有了，去隔壁台聊天。我回来了，谁
不是七天洗一次吗？我是说我最常有七天洗。It's so sweet。主保是没洗头担当。没有，明明就是诗雅。红豆，我只是因为诗雅毕业，所以才替补他的位置，好不好？没洗头担当，他才是第一名。诗雅是吗？他只是很常戴帽子，他真的没洗头。对，土味情话。你没形象也不要避开。真的吗？我刚刚用鼻孔就整。有一个教练在拖地板。对啊，那个女生教练超正。可以这样偷拍吗？这样算偷拍吗？但是那个女生教练真的对啊，身材很好。不要被主洗脑，不是手，不可能，我自己出卖队长很舒服。可以啊，不会不行，不要拖诗雅下去。你们直播都炫耀，你跟果果炫耀谁比较久没洗头是不是？不是炫耀，我们是在说，那你什么时候？然后我就说，那我就是有。那你最久多久没洗头？七天啊，好可怕。没有，但我跟你讲，学校也就更可怕，九天。九天觉得要海枯石烂。哎，那我认真问，如果用干洗法算吗？不算啊。干洗法是加重头发的负担。我的意思说，如果用干洗法的话，算就是继续累加吗？算啊，算继续累加。对啊，那你有超过吗？没有，我没有用干洗法。干洗法超，干洗法很容易让头发堵塞，很容易秃头啊，很容易秃感。想问宵夜看一下。哎，不行，我这里也有人说要吃宵夜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，怎么可能在两个直播间留一样的眼？不行啊，不能开始讨论起来。我不能吃啦，如果我等一下吃的话，我就全部就回来了。九天不洗头发不会粘在一起吗？他不算，我也不知道，他可能比较不容易。Hello 邱日华 ，Hello 妈妈，就是炫耀啊，得意嘞。不爱干净选拔，这样有没有一首歌，然后是跟不爱干净有关？我想一下哦，有吗？你是得印象中可能没有。哦，就是他们有很多都有，就是稍微注重一下自己的形象，所以没有选不干净什么的。都有那个 BKA 选拔，BKA 就是那个 Hello， 哦，就是八嘎，八嘎 48。韩代班也会一起控制饮食，这个还跟没关系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是不会啦，我应该不用吧。你等一下会，你等一下会那个吗？你等一下会去吃东西？等一下会大喝手摇啊。我每次练完撸马都会大喝手摇。好了，但是很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，谢谢。然后也谢谢涵涵今天代班，你今天好棒，真的很棒。虽然我弄那个十公斤加重，但是我觉得真的很重，而且你们还给我压是吗？我就觉得有变比较重，我觉得超好笑。谢谢留什么言 ？Link 收下喽，吃给主持人看啊，可以。对啊，你可以吃给我看，但我应该不会吃。我吃给你看，我可以开给你看。我跟你讲，我控制得住，其实。就是我会虽然会很想吃，这就是 Marvel 的魄力。来看看刚是什么邪恶仪式。哎，大家私讯给涵涵，快点私讯给涵涵我们刚刚的照片。是我的错，截图截爆。现在去买汉堡吃，好，你们可以吃那，因为我也会大吃特吃，打死不信。我等一下可能最多回去吃一个。哎，对，我好想吃麻辣，有些麻辣我突然好想吃哦。麻辣火锅啊，麻辣烫，好想吃麻辣烫哇！你知道麻辣烫给你？你知道麻辣烫我有一个最喜欢吃的东西，就是它外面是那个像那个豆腐那种东西，然后里面是麻辣。是不是？外面有点像，你知道吗？像瓦提烧，它也叫瓦提烧，应该是我不爱的。它跟另外一个东西也叫瓦提烧，可是那个瓦提烧。我会把它丢掉。给我吃，下次我们一起吃饭。好啊。宵夜现冻，有可能。可以哦。有。讲话哪有？有乌鸦，有乌鸦，有。我就不说话。他说你们在玩碟仙。哎，不可以，呸！现在不行，现在是七月，不能乱讲话哈。说啥？我说我刚刚说什么忘记了。我说我就不骗人了。我说对，我刚刚就是有来。而且我是这样子。觉得你们来之后有变重。答雨林找来啊，自然就是大声。哎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章鱼会让你大吃特吃。章鱼。章鱼哦，章鱼，我以为是真的章鱼，不是章鱼，章鱼它真的会，你只要在它旁边就会狂吃。对啊，反正最近没在控制，我最近有点快，一天一杯手摇。它不吃马蹄烧啊。叔叔那一台不能说，我要订外送，多吃一点。好，章鱼。章鱼回家，章鱼回家，它在我们旁边就一直狂吃。你们最近还去溜冰，对啊，我们去游泳，然后我们还溜冰，这样。好像很健康。好
好，我差不多念棒棒，因为他们好像差不多要说。你念棒棒，念棒棒，你要帮我拍手吗？他念了三名棒棒，我要念。还是我们一起念棒棒？啊、那先念我的棒棒，念你的棒棒。好，然后我们就一起揭晓的。好，然后我讲话，然后我们一起讲从第十五名，我都是从第十五名。我满眼从十。好，那我也可以。那你呢？原本呢？前三是不是？十。啊，十吗？对。好啊，那我们今天就，那我从第十五名快速念。好，第十五名建国，第十四名祥宝，第十三名月月，第十二名匿名者，第十一名大师，以上十一到十五名。那一起来哦，第十名，第十名是 sorry， 等我一下，第十名是，第十名是刘建国，我是水锤，恭喜，拍手。第九名小强，呱呱。
那我下个礼拜，你下礼拜你觉得你帮我决定，你觉得我要穿蓝色、黑色还是白色？白色，白色吗？好，那我看蓝色跟那个黑色，你会跟定蓝吗？不会，我们不会在那边，我们在那。黑色会融合，黑色会白色，哎，白色鬼也会融合，白色或蓝色啦，白色或白色或蓝色是不是？对，好好好，那我下个礼拜白色或蓝色。好，他们说不穿，可以啊。还说他要不穿，下礼拜会来，不穿会来吧？下礼拜是宝宝，下礼拜不知道是谁啊？应该有可能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对啊，因为卢卡这样讲，确定？那应该是还是是卢卡吧？暂定应该还就是卢卡，对不对？好，希望他可以赶快好，他好可怜，好辛苦。宝宝拜拜，宝宝拜拜。韩寒直接不来了，他直接想要撇清关系。宝宝关播喽，好，宝宝再见。吃炸鸡记得不要。